的小赵建立，就是怕我们这边，但也讲，讲你讲这边哪边？就是那封起来，一定是走中间。假装就差了一点。一队来啊，张博一队。
Thank you.
干。好，那我们第二台神教就是我们北小唐人神教。我的舅舅啊，我是大多多米科西内斯。接下来我们是进行第三个神教入场，是来自于我们刀文杰的石田大神教。神教上面所在的是我们松山市议会的议长渡边议长，后面这个是我们台北市温泉发展协会的林志宇理事长，最后我们第四台神教也来到了我们会场，第四台神教就是我们的小唐人会大神教。好，麻烦我们的代表介绍一下音乐，稍微让他休息一下好不好？好，他已经变很久了哈。神教对小唐人大神教，欢迎我多谢欢迎，不要动了，最后拍照，拍照。好，有没有看到他们非常的有精神啊，喊出一些有闪有闪的口号啊。现在这队呢，开始要召集他的所有的唐家妇呢，要喊一些啊这个口号，来团结他们的意志力。这个是在日本道温泉拥有400年历史的一个壮教祭典，在松山呢，春天是属于女生的祭典，而秋天呢就属于男生的祭典。那他们是在10月7号呢，在日本大欧温泉呢，这个秋季祭典结束之后呢，就让神教呢搭了游轮来到台湾，来为我们台湾的市民呢来表演这样一个祈福壮教活动。
叫嚣啊！啊，请他们过来，过来，美丽的龙过来！啊，我们等你们啊！哦，他们喊出了一心同体啊，肩搭肩哦。哇，好精彩！他们喊的来来来，来来来，来哟、哦、来哟、哦、来哟、哦。哦，吃饭困困觉，是不是查甫人的看见嘛啦吼？这是纯粹的男性的祭典。民众的这个掌声鼓励啊，没有鼓励啊，他们来就没有去撞墙。我当时一杯向こうまでつけて、一杯向こうまで。そちらの人が見えないから、少し向こうでやります。はい、恋恋の恋恋恋で言って。啊！现在我们的池田说啊，把这个北小滩把它撞到那个红绿灯那边去，好不好啊？啊，真的是放出狂言啊！对，来来来，来来来，那个林动力后边那个红绿灯那边去啊！啊，注意看他们的手势啊，就像个燕子一个鹤一样。哇！哦哦哦！你看他这个推动，这个震撼推动力啊，真的是非常大。在我们大欧温泉呢，这次的这个宗教活动的同时啊，一般呢都会撞断一两次的这个扛教棍，他的扛教棍呢，有八米长，有八米长，非常的巨大的一只啊，像一个骨头啊。撞击之后呢，要稍微休息片刻，要让他们那个。
そのため はい、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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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はい、ご当時来た、もう少し好，那他们呢？我终于还有他们四个神教刚才已经表演了这个壮教的一个活动，接下来最后他们会四个神教呢，在我们舞台的正前方来聚集，做最后的总练啊，总练就是他们会把四个神教呢，这个把手呢举到最高的一个位置啊，它是今天的一个活动的结束，然后最后。OK。よっしゃ、上がるぞー、せいやっせ、せいやっせ、よいし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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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んま戦場作っちゃうかわ、よいしょ、よいしょー、どうぞー、せいやっせ、せいやっせ、せいやっせ、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それではただいまより使徒人副総体による三本締めの手締めを行います。はい、改めまして皆さんこんにちは、波長会の皆さん、前半戦ご苦労さんでした、このようにたくさんの方にお越しいただいて、波長会としても大変嬉しく思っております。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また明日最終日にここで元気いっぱい八王子をしますんで、まだたくさんの方にお越しいただいたら幸せだと思っており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非常感谢今天所有到场的台北市的民众，在这么多的天地里面有这么多的市民呢来这边现场观赏我们八丁会的一个神教的一个表演，非常感谢大家。那在场的所有康教夫也谢谢你们大家的付出跟努力。那明天下午四点钟在我们北投还有一场的表演，希望各位市民能够一样到这边来给我们欣赏，给我们加油，谢谢大家。それでは、3本で締めますが、皆様元気よくご唱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まずはじめに最後まで安全な運行ができますことを願いまして、そして本日このたくさんのお越しの皆様のご健勝とご多幸をご祈念いたしまして3本で締め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お手拝借よーよよ、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非常谢谢我们虚田副总代给我们带来的三局长。好，接下来我们的神教要准备退场，那我们退场的四代神教全部要移动到水美温泉会馆的前方。